我饿了。身为一个小吃货啊，身为一个小吃货，你的肚子饿了啊。两位想想啊，三二一开始。快来救护车，喂，是医院不？我的天哪！我是这位的，你们自己玩吧。他是说真，他真的饿了。他那是哎，刚才摸到手那一瞬间，有没有电流穿过全身？有呀，必须有。